我的零食终于到货了。小刚买了什么这么高兴？可以吃的史莱姆，20块钱一盒。要20块钱那么贵，我5毛钱比你的更好吃。我才不信，咱们来比一比。可以，输的要转盘吃怪味豆。看我的15玩具可以吃的史莱姆，这个包装好可爱啊！揭开你的面纱，这是汽水味的，里面有4包材料。分别是1方、2方、3方，小的这包是装饰物，是要按顺序添加的。把盒子这个三角形剪出来，是用来装水的。这样装太慢了，还是直接倒进去。1方你先来，是绿色的，搅拌搅拌。2方，一包白色的粉末，变成米色了，还没有成型。继续，3方到你了，是蓝色的，真香，好想来一口。你看。成型了，最后加上装饰物，看上去好有食欲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像果香糖的味道，像不像起泡椒？想吃吗？不要，看我5毛钱的液态玻璃怎样打败你！拿出粘牙神器，听说这个很粘牙哦，先试一块，真的很粘，差点连嘴都张不开了。数量这么多，能做多大一块液态玻璃呢？不管了，开拆！终于拆完了，把我给累坏了。颜色超好看，都有这么大一块，手感跟液态玻璃很相似，只是有点硬，很粘手，金属光泽，好 nice。卷个麻花送给小可爱，肯定是我的好吃。我的不香吗？才5毛钱，别啰嗦，快点接受惩罚吧。不是吧，死鱼味，哇，好奇怪的味道，十分嫌弃死鱼味。哇，我可以吐吗？又死鱼味，又臭袜子味，像是垃圾堆里面捡出来一样。哇，说几句想吐了，说几句想吐了。今天的问题来了，小高的零食打开后里面一共有几包材料呢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哦，记得点赞和分享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